等我一下，我去开个灯。安安呐，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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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很绝望的巴西。我开一下视讯好了。跟诺英学习。等我一下哦。真的是一击靠！你们知道烈焰神不是你喝看我药水，还会受伤的话，就是他在你旁边那边偷咬你、偷碰你。对啊，我今天的状况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是，我大概比喻一下好了，就比如我们今天盖一个神怪塔嘛。他怎么没有出现？哦哟，就是像盖这个神怪塔，对不对？可能你看这个不知道是谁。都不知道是谁补的洞，没有给我补起来，像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要往上叠嘛，然后这边是一片墙，然后就很像我那天在盖那个苦力怕塔的时候，然后我不是有个缝缝打开之后是里面放地板的嘛，然后就叠起来要把那个缝缝也补起来的时候，我在往上叠的时候，上面一只烈焰神正在那边把我推下去，然后有六七只烈焰神往我这边挤过来。然后我就是翘翅也不能叠啊，我地板又是岩浆，又是跳不太起来，我就在角落被凌虐致死。我操！我一度就是准备死的时候，我是按这个，他说啊干不对，这不是单人，然后就又打开，就死在岩浆里面了。因为我是要用岩浆把烈焰神冲到一个集中区，所以如果我没有到岩浆的话，我还可以活。那是因为我到岩浆的瞬间之后，那我要就是往上叠叠回家的时候就死，对啊，被关厕所了，所以现在原本的什么兔兔安全帽啊那些都没了，什么兔兔拖鞋通通都没了，然后我的中介箱只剩下这个空的，然后就是三叉戟那些全部都没了，没事啦，我还是最难过的是菜渣的敲刺啊！我跟你讲，今天如果我去玩其他人伺服器好了，粉丝送的那些我通通都不会拿。像你看哦，杰克不是礼拜一的时候就是说那个要把那个什么束口袋给我嘛，我最后还是放在那个坟墓里面去，我没有去用它，对吧？我还是比较难过的是礼物这个东西。反正其他就是人家送的东西，我一定都不会用。所以菜渣给我撬丝那个时候，我其实在想说，要不要我用撬丝再去找？但是这又是伺服器，那伺服器去找的话会很怕，所以我一直很珍惜那个翅膀。有比困在中间难过吗？比中间还难过啊！要说撬丝再找就有了呢，而且我们这个伺服器是中间已经不知道。被探过几次了，而且资源世界应该也满了。好啦，
我们帮男兔兔，可爱兔兔见 V 兔。不是那个问题啦，是最主要也是他们中介，你也知道他们摔死几率很高啊，他们很常死掉呢，所以啊，命名好了，要叫什么？我想打开的哦，我们口令白痴哦，那叫什么？哇，命名要32等哦，那我不命了，不命了，不命了。好啦，我们去先去搞，把先搞两把那个什么，三叉戟回来。赶路用，再把乔治弄回来，应该就没问题。那时候其实本来不会很痛的啦，主要就是鞘那把那件鞘刺。不然其实这个真的商店随便买一买就好了。所以那时候就跟他们讲啊，钻石装那些死一死没关系啊，那个比较难过的就是玉髓啊跟鞘刺那种东西，所以我才不太会用玉髓的东西，可是我早知道放在中介里面了，我那时候挖的玉髓什么东西的还放在介符盒里面啊。好了，我们在这边走。对不对不对不对，我有没有提我有没有提我有没有提，没有这样音乐。早知道我就来繁殖我的龙源了，去那边干嘛？会员可以做什么？会员可以有很酷炫的兔兔包子，跟 ID 会变绿色。那再来会有那个怎么说？再来就是你们可以请我喝饮料，因为会员的钱大概就是一杯饮料的钱。哎呀。我要多小心，其实我一直都很小心啊，谁知道？就比如说好这样好了，真的是这样子的问题。就这那时候烈焰神大概就是长这样，这是一栋烈焰神的房子，然后这两格就是我要进去跟出来的格数。那我就是这样子，今天是这样子要叠方块上去的时候，突然一只烈焰神伸在那个位置，然后把我这样推下来之后。完蛋了，我就被这边的两只烈焰神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推到这边我背后也有两只烈焰神，那就慢慢又有两只烈焰神往我这边靠过来，我因为泡在岩浆里面我跳不起来嘛，然后一直被这样左打右打左打右打，然后我就想说不对啊，奇怪，抗火药水没了嘛，我看一下还有1分多钟啊，后来就喝另外一瓶抗火药水的时候，我的血量只剩下3颗爱心，我就知道说靠要对那烈焰神的伤害哦、喔。对啊，其实你看哦，统计死亡次数5 两次是被怪打死的，一次死，两次掉，诶，两次掉，诶，一次掉虚空吧，一次就是被烈焰神杀，看这个就知道了，你被烈焰使者杀了一次，就这个，然后。然后谁杀了我？狐狸怕炸死我一次，粉丝杀了我一次，3次了嘛？中介死了一次，4次，哦，摔死的啦，应该没了，对吧、啊？剩下一个，另外一个是摔死，所以其实我很小心啊。这个是很白痴啊！我被三叉戟刺死，永远最特别，还好吧？哎，我等一下挂在那边，我要吃东西。啊，哎、欸，昨天那款游戏真的好好玩哦！你
以为那款游戏我们很快就结束，还要再想另外一个方案，结果没有，超耐玩啊！带这个木头要带一个在身上。哦，这是昨天我们盖的，昨天如果有在看摘渣台的话。我没有用了。嗯，等一下哦。因为蔡大说他不喜欢用，不喜欢那个羊，不是应该说他不希望羊在上面，然后我们就找了猪跟牛。白痴哦，这谁放的啦？完蛋了！最好笑的是它会粘在上面去，我在想，你看它粘上去了，然后。然后昨天就是在想说啊，会不会就是因为我盖的这个东西，然后这更母汤，这塞进去更母汤。这个昨天就是因为盖了这个东西的惩罚，导致我装备全部喷光。也是我活该啦啊。嗯。好了。我们回到原始生存。嗨，陈叶安安。米粉心玉安安，看了什么？没有，网络上那种方法太麻烦了，还有什么红石粉啊，比较冬季气手鬼东西的，不用。我的只要一个活塞，然后两个侦测器就可以运作了。人上去会不会有一样的效果？人不会趴下好吗？人坐上去只有头会被头颅会被戳而已。啊，等一下我就是边挂边吃东西哦。啊，就应该这样子，先把装备搞回来，先。大概想一下哦，我们先把装备搞好嘛，就是现在好了，再是斧头一把嘛，然后镐子两把跟铲子一把。至于借符盒跟撬子，就请蓝莓帮我吧，因为本来蓝莓约是约那个要一起去弄这个，那、啊、我回来这边搞哦，对。跟蓝莓约要来那个整修那个什么美丽恩神的塔，嘿，啊，结果我想说，我跟他的时间对不上啊，就是最近又比较累，比较懒散一点，那跟他约时间就是没办法约到，我想说啊，不然我自己先去盖好了，然后前面真的很顺利哦。我真的只要碰到那种很顺利的，我绝对没有好事情过。啊，我就想说，靠，太顺利了吧？然后东西赶快敲一敲，赶快跑。就敲了之后，因为怕烈焰神跑出来，我就鸡婆想要去补他，结果没补没事，一补出事，啊，要爬100多个，我的翘翘。昨天的游戏可以用麦块玩吗？不行吧。而且你要怎么玩？而且昨天那种东西你要就是要平面的玩啊！你怎么知道说今天你好？今天如果有一个关卡不是全黑吗？啊，你要怎么知道你的方位是哪边？搞不好路是那边啊！啊，结果你往这边走，这边是屏障，你以为你在前进呢，就没有。下午茶晚午餐吧？谁啦？没事盖这么高，天哪！帮你按 F。自己摸来，我也不。
好了，趁现在伺服器没人，我们挂在这边吧。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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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然后这边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耶、yeah, ，有效率了，有效率了。好的，墨菲定律不是啊？哎、欸，我真的很不相信墨菲定律跟吸引力法则这两个词。你看啊、哦，先墨菲定律就是说，你越不去信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越来找你。就像说，好啦，今天什么？今天太阳那么大，一定不会下雨吧？这种墨菲定律就比较像利息吧。那吸引力法则就是说，啊，好希望赶快下雨哦，然后下下下下下，然后就是下雨这样。盖扎三代目，你才二代目？不是哦，他那时候的三代目活着是因为还好那个栅栏有挡到一部分，而且那个也是他自己作死吧，缓冲缓太快了。不然他要准备四代目了，我是没办法挽救啊，东西全部喷到岩浆里。你说下雨，我这边就下雨了，哇哦！播个广告哦，啊，其实昨天老君也有说，他看画面一卡一卡的就知道我在播广告。我说对，昨天难得 Amigo 观看数有到一万，哎，不是一万啊，1200多，我还不播报哦。然后昨天就是。切画面在播的时候啊，我那边六六六六六六六，我说什么东西很六吗？我说不是啦，动啦。然后说干嘛操作太六了？打完了，我没有 boost 克星。啊靠！红定，完了 boost 克星，干嘛？入水，啊，没鞘翅，我不能刷新这边的怪了。这样打效率真的好吗？不然要怎么打？你说做个自动汇集的地方吗？不是啊，现在做比较难做了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比较不什么被海龟蛋吸引，所以真的话就是下面要再造个水流，因为来不及了啊，我盖太还是偏矮一点点呢、欸，怪会生在下面，如果挂在那个汇集的地方，那下面也会生怪啊。他们也是在这边陆续刷到很多把那个啊三叉戟又有了。三叉戟不行啊，这个只是装饰。哦，这好好笑，他们会喜欢在那边泡水。关起。你呢？没人的话，效率是还不错了。鱼叉的有附魔的，两只。那这些鱼会回弹，
厉害了。又有了啊！恭喜于娜收到杰克的签名，对、啊，商品啊！刚刚不死克星的刀，好的好的，帮我挂台，感谢感谢。欸，问个问题哦，问隔壁棚的，你们家那颗精灵游侠，他到底几点睡啊？怎么他说他在台上说什么？不知道几点。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谁，彤彤不是说什么半夜三点还有登伺服器，然后好像六点睡是吗？是啊，他脑袋到底怎么了？不是要开早上台吗？啊，怎么又六七点还没啊？不，五六点还没睡，都没赶他去下线睡觉什么之类的。三点左右，对啊，因为你们说法不一样。我今天怎么我在挂台在那边洗脸刷牙的时候挂在那边听，我就很呛在楼下面休息，真的很呛。又玩上了，这怎么是放这边？当然是放这边啊！啊，这是谁的我可以拿吗？我可以拿吗？我想要那个酷东西，我自己倒。我把那时候那个粉红色电符盒里面的那个三叉戟都是要拿去放那个什么，因为蔡大叔有那个嘛运动会的活动，我想说就去运动会那边摆着当公叉，公爱心叉，结果爱心没了，不敢拿吗？为什么不敢拿？城市塔我盖的欸，我跟他们讲说只要从这个城市塔里面打到的城市不啦，参加起通通还给我，这就是版权攻击，就是这样子。你一开始啊，不是说免费吗？啊，吉他的音乐跟你讲说啊，不行，我就是要给我啊，不行，我的好运没了。那天跟兰兰在通话，就在通话的时候，老巨也刚好密我，就说了嘛，他刚好。对耶，我的钓竿也没了，居然！啊，不行，我钓竿，好了，钓竿应该还好，钓竿现在因为都有那些了嘛，再去挑一个随便的钓竿，然后再把它合一合，复一复，就哒啦。巧克牌的声音我应该也是可以学的，毕竟巧克牌的声音还是有一点王杯杯的那种。巨大，不行，晚上了，晚上了，晚上了，这些妖魔鬼怪来看我。哎，怎么还没？要泡个水。反正繁星只要知道我们家那只坐席不是啊，没有，他很好笑啊。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他不开心哎，我想说哇，气氛变得好尴尬，怎么了？那时候好像刚回来吧，买完饮料刚回来。哎，很好笑啊。那龙之谷，我想说，龙之谷他有玩的职业，应该就只有法师，要么就游侠。因为他真的玩游侠，所以我今天一直待这边吗？
先待到拿到两把三叉戟吧。他说要挂台睡觉，不知道还在不在，不知道哎、欸。在吃东西哦，对啊，我在吃东西，还没吃。保护自己。然后挂这边其实不好啦，因为上面那个水流，可能一堆沉思挂在这边。现在发生什么事情？我要把装备搞回来啊！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然后最北七的是，我那时候打到了一个三叉戟，哎、欸、掉了，居然，是不是？然后耐久度一，我再晚一点的话，它就爆了哎、欸。我再晚一秒或他丢一下的时候就爆了哎、欸，居然！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不是刚刚说这边平台太低吗？是因为下面你们看 F 3那个一嘛，你们看到生物有七十几只，你们看这边满满的黑色海星，嘛这些都是，所以我才会说这边挂太，这边其实平台盖的太低了。然后真的要挂的话是要挂在这边，然后这边你看低头，我只剩下十几只嘛，十几只有几只可能是普通那个和平生物，海龟那些东西，海龟热带鱼那些，然后这样才会生，所以要挂我要挂这边，看这样才会生，其实要挂在这边。发生什么事情？看置顶哦，看置顶，看置顶。哇哩嘞！嗨，老G。嗨，老G。啊，吃面。晚上吃面，白天打怪，好不好？忙忙。想知道教主发生什么事？丁选丁选丁选。我有看到舒服嘞，在隔壁台有抖内哦，舒服嘞。这块肉好大块，我那天就有讲为什么剑符盒不能用玉髓啊，昨天那个彰化台哎、欸、我觉得他念彰化念到感觉这是已经跑了18000公里的操场，公尺啊，不公里，18000公尺。我作息很正常吧？影月开台的时候我都有出现，影月发法就是哈记的台我没出现了，因为哈记现在才是作息破坏者、欸，他半夜一点开到早上七点。我现在其实没有钻石拿来玉髓，我有玉髓啊，我玉髓放在戒符盒里面啊。结果就是玉髓唯一能烧掉的方式就是要放在戒符盒里面烧掉，不然就只能丢在仙人掌上。戒符盒里面坏掉就是什么？不会。他不会碰，对啊，都是杠杠的。哎、欸，念了三四十分钟，然后喘成那样子，快笑死！啊，
他现在说我的串流位元率过低，建议调一下。我不要，好懒。等一下哦。自动播广告。哦，按。中文、广东话。一分钟。好，我看看有没有自动播到广告。那个是那个谁？那个马田帮我用的 YouTube 自动播广告，偷偷播个星期六团总24双开直播。他发生什么事情要双开直播？他是哦嗨，啊哦，我应该可以下去了、啊。来来来，射死他们，射死他们！哦，就好像小孩子在买排队买票、喔。我的三叉戟被插爆了、啊。你看。底下又生了一大堆派大星，海胆啊，看这些都是海胆，所以其实这边也要擦亮，我已经尽量擦了，没让它生在别的地方。你在吃冰棒，居然！好，等一下要站立一下。我的凤梨，等一下可能生蚂蚁，所以等一下可能下楼一下。壮壮跟玉髓哪个比较好？当然玉髓啊，玉髓又不会，玉髓本身就比较抗烧了，再来是它死掉后喷出去不会被烧掉。还要做事的挂台的，就是挂台做事哦，来吃东西。哦，低头这个蓝色的线会跑出来，我的天啊！最近都弄芒果冰沙来喝，哎、欸，芒果很贵、欸。我本来想说打到多的我直接放箱子里面，可是怕说这样太有功力了，是不是没人知道是我做的功力然后就想要留点名，英雄做事不留名之类的，不行，我要上面每个都匿名，那繁星提供，那安全帽上面不是要贴什么五字贴纸，啊你去消费还是什么东西，就是有的折扣跟优惠，没有，我只在上面打广告而已。我家自己种芒果，所以都是免钱的。哇，我之前有我之前有尝试在种芒果啊，就是把芒果核拿出来种嘛，可是
可是芒果核有些真的要怎么讲？芒果本身就已经快熟透了，对啊，已经熟透了。那些芒果核才有比较高几率的才会生芒那个种成功不是吗？我那时候就种不出来啊，种了几个。嗨，波西，嗨，晨晨。刚刚想到施工帽子上面打的注意安全之类的。总之啊，你是说昨天那个吗？我自工，我打到的狗哦，单叉。哦，所以完了，我要顺便付一把那个没有无限跟击退的弓。不然有击退，你射东西越射越远，射到不见。但是伺服器的那个显示距离有改，就是我们平时是14嘛，啊，后来我发现我们这个伺服器的显示距离可能是12，因为我在打英雄椅的时候，他很明显的还在射我，可是我看不到他，啊，我显示距离已经调到最广，但就是看不到英雄椅。英雄椅。你想泡水是不是啊？回之嘞，我这边很多人在种芒果，人家多的都会送我。我们这边反而是就是我们家族都是类似偏种菜的，然后我大伯就是种了很多菜叶类的东西，都会送过来我们家这边。啊，本来是我家附近啊，竹笋一堆，竹子很多啦，所以竹笋蛮多的，所以每次就散步的时候喝竹笋汤。哎，有没有人知道荧光墨鱼为什么不会再生了吗？我发现我们这伺服器的荧光墨鱼完全不生了，哎。就算你那个水源压制都压制好了，然后你盖再低，就像其实我下面那边，不是我下面啊，这座塔下面应该是要会生荧光墨鱼了，因为我上面已经盖得很黑了，下面的光那个亮度已经是零了，但是它就是不会生荧光墨鱼，如果量太多，来帮我去关机器人，帮我自己关好了。应该是昨天无名帮我用，感谢无名。哇，你手上的酷玩意儿，给我啦！拿，咦？咦？文浩？咦？生物生成荧光墨鱼，不，那个荧光墨鱼生成率不低。你是说友善生物吗？哎呀，生物量太多。可是我们已经离开，我在吃好，就算我在这边，我离开那边了，那我这边附近生物57只好了。那一般生物生成上限也是有100多只啊。你知道很暗的地方吗？要啊，这边够暗了吧？你看哦，这边你看墨鱼会生，你们看这个 light 零，这边是100%一定会生怪，荧光墨鱼一定会在这边生。那它生成条件是这边要有石头嘛？好，等一下去弄几颗石头来这边看哦。还有安山岩啊、石头那些东西，然后我先去回家拿一些。因为都生在地底，没有啦。因为好嘛，我再试试看。那个谁，我跟胡子很努力在试各种方法。因为旧版的那个墨鱼塔，我也会盖。那个就是要盖在沙漠嘛，啊，附近没有水源，那你就挂在那个 Y 轴63以下的地方挂那个墨鱼，
画那个墨囊。歪轴有限制，对啊，63以下。我是说下面那边，我先回去拿，我们等下再来讲。全黑讲，对啊，就是要有石头方块啊！啊靠，我怎么就这个？回去拿，不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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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好好看，我还本来有 po IG 耶、欸。后来想想啊，这个事情还是不要播出来好了，然后就把 IG 的文章删掉了。他也不用特地去追踪我 IG 啦，我那个其实真的没有在用。然后我们家可爱的秀秀截图之后跑来敲我，他说：“繁星，这真的是你哦？”我说：“对啊。”我说：“这是假的哎，有人盗用你的账号哎，什么之类的那样子。”可以用遮光玻璃，不用遮光玻璃了啦，我那边就已经够。遮光玻璃胡子也用了啊！我现在不能飞，你看他现在盖这个东西，就是他想要吃荧光墨鱼。我们能你啊，这些墨鱼就正常很会生啊，荧光墨鱼就不生，这就是最不科学的地方了。你看，其实当时这伺服器一开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边会生那个。会生龙源跟墨鱼，然后就在这边，你看石头我也盖了，就盖了一大堆啊。然后这边亮度一定是零啊，你看亮度零，那其实这边是会生的啊，啊它就是不生啊。以前生过荧光的吗？有啊，我在这个洞穴里面狂打荧光墨鱼啊。那现在就是找不到任何原因，我半夜他找到方法了。你看这边就是狂生，照理说如果生物上线的话，你墨鱼也不会生啊，不是吗？如果要石头，至少要5颗石头，所以我回来拿石头，拿石头，拿石头，不然拿安山岩好了。但到底真的是谁没事一直烧平滑石头啦？平滑是啥小啦？你看哦，上次就一大堆平滑砂岩，不知道谁烧的。我要生气，我要打字。荧光墨囊能干嘛？可以弄成这样子啊，字会比较好看。拜托，不要把我烧的石头再烧成平滑石头。如果没有要，就不要一刀。如果没有要拿来开动。都没有要买东西，就不要一刀。没有，根本好不好？这个从来没有扫过，会扫是因为我带去地狱盖那个烈焰神的那个神怪砖，这边本来有一大堆石头，被烧成平滑石头，我现在很头痛，我现在超级头痛。因为我比较喜欢石头的那个啊，你们也知道吧？我盖东西你们都看得到，我都是用石头的东西在盖。拜托，不要把我的石头上的平滑石头没有盖的话，不要。你们生态域是什么地形？平原啊。我还要干嘛？哦，拿石头。再打错了，青菜啦。我现在很火，平滑石头真的很丑。好，打掉，打掉，打掉，烦死
如果没有要平滑滑的建材，就不要再烧了。石头是我要盖东西的。啊，我再又打错了，哭啊！不要再烧了，石头是我要盖石头。平滑石头烧的自己用掉哈，很丑。不是啊，因为音乐家楼下也是平滑石头，不是吗？我觉得这很难看呢、欸。瓷砖不是很漂亮吗？而且平滑石头又难敲。你看，这边又有。基本上已经没有人管了吧？管什么？聊天室真的是很多妈妈。啊，平滑没有啊？就是他地，就是影院的那个地下室一大的，你看这墨鱼是啥小，这墨鱼就生得很开心啊。某些建材上吗？可能就是大马路的左右两边的那一种吧。那种水沟盖的比较适合。那其余我想不到它还能盖在哪里。安安啊，就比较偏工厂科技的那种质感。其实我可以运两只村民来这边之后自己生存了，就一样嘛，就是需要输的话就回去他们那边换一换，啊，再回来这边继续，因为两个村民就其实已经够繁殖，再加上一些自动的农田了。国民安安啊，对，那个我还没用，资源世界有试过吗？试过了。啊，没有诶，全世界没事。对啊，这边都零啊。你说资源世界算另外的伺服器了，那我要在那边放很多遮光玻璃耶，不然我看不到。安安哦，早安早安哦，啊，剩一个，气死！哎，放，好，我们上去看，先看主世界的嘛，再来回去看资源世界，因为荧光墨鱼很明显吧，就一颗亮亮的在那边。我查到了，荧光墨鱼生存在主世界 Y60 以下的黑暗水域。对啊，加拉必须完全黑暗。对，下方五格必须有类似石头方块。对啊，你查这些危机，我们都知道啊。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演示给你们看，为什么就是不会生。普通乌，先别说荧光墨鱼啦，连龙源都不生欸，原本会生的地方也都不生了，因为原本捞热带鱼的那个地方。那边其实也是会生的，
哎，完全没声。我怎么回到主世界的嘛？那个就是菜渣情，那个内裤衫嘛，就是大家集资用菜渣那边的货币，集资到10万块就可以把我救回来。那集资的时间听说不到5秒钟就达到了10万，然后就回来了。要在地底下，地你妈啦，地底！地下水源，所以你是说不能盖天然的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如果真的是的话，那请问地下水源是什么？是地底洞窟吗？有这个生态域吗？因为它的生态域是一区一区在算的，它不是看那个 Y 轴高度的。对不起，如果刚刚太凶的话，那请问地下水源要哪里？我是问认真的，如果人工盖的没办法的话，那所以只能找天然的就对了。环海看看有没有生，没有啊，因为我其实你看哦，我杀死了这么多墨鱼，那个我一定捞了很多那个嘛，热带鱼，然后很多是烧死的啦，然后我一定捞了很多热带鱼。呀，看了一大堆海里面，一定都没有荧光墨鱼啊。之前盖加鹅卵石那边有生，对啊，但是这个世界完全没有了欸，它已经灭绝了，你知道吗？完全不生了欸。我问一下胡子哦，你有看到墨鱼吗？我在想，我们去支援世界盖荧光的啦。我记得有人测试过，好像周围只要有同样的生态环境，很容易不生。不是很容易不生的问题，是现在完全不生。周边1、2、6个球状都要检查过，没有，我们那时候就已经挂在最上面了，就是完全不生。不是反驳你们的观点啊，是大家观点都是一样的东西。可是现在就是怎么讲？其实我们想的是一样的东西，可是盖出来的东西就是完全推翻了我们以往的认知，懂吗？你看。刚刚不是我们挂在上面吗？下面生一大堆蜈蚣、蜘蛛什么，还是没有。我在峡谷里面随便弄个黑暗水域灯，什么？哎，观众也是跟我们想的都一样，但是我们试出来。对啊，现在1.17.1啊。哎、欸，好像真的是换点一之后就不升了哎、欸。跟他讲一下，好像真的换点一，我就变。Nightbot 怪怪的，不对呢，忘记调。Nightbot，Nightbot。我有看到，你还也很高。结果只是木鱼。好了，关掉了。而且。正常来讲，我们那时候盖的墨鱼塔都会选择在沙漠地形，因为沙漠水源少，就这样一坑一坑的水源比较少，那边盖会比较方便。你能帮我找一点挑刺吗？今天去地狱盖烈焰城，
通通喷进岩浆。是还好，因为那天太大，那高太大了。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会两格？干，我心脏刚漏一拍，白痴哦！今天玩，我刚刚直播有断掉一下，是不是？因为我突然看到我的后台数据是一个突然一个大闪电形状。暗凡今边玩光遇，哦，光遇要晚一点才玩，现在要等我的司机上线，每次都麻烦他。回去换一下老鼠，这里啊，其实这边很会生荧光墨鱼，之前很会生荧光墨鱼，我在这边打的。你看这边亮度也是零，所以那时候在这边打得很开。哎呦，好了，海灵祝福。咦，想问一下，什么是资源世界？资源世界就是，好，这个如果你查不到的话，我告诉你，资源世界就是，我 Switch 的光遇很难玩欸，那时候玩过。资源世界就是你在那边挖的资源是可以重置的。看一下，现在是先弄两个耐久三。两个修补，一个幻雷，一个忠诚，一个波涛，两个雨叉。好，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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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繁星自己会把要会啊，因为我怕打错字啊。哎，我要去借一下那个，对，福子的村民，他们村民用铁交易比较方便。面修补，不会繁星大大早天都哭，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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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真的完全不可能要去找天然洞窟这种东西，真的相信我啦，会生早就生了，现在就是不会生。感觉就真的是版本问题，有没有巴哈有人说不会生之类的啊？
我刚去查 1.17.1 他写不再捡起荧光墨呢，这是什么意思？没事啊，没事啊，没事。我刚刚也太凶了啦，因为怎么讲，你们也知道，就是试过东西不去找，爱你。你们也知道，就是你自己试过很多次哦，还要换盾牌5块钱。你们试过很多次的东西，但是啊，这个状况就很像是那个什么。你自己出问题了，但是你已经 Google、已经跑去 Google 了，然后你回答问题跟我自己 Google 的东西一模一样，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对啊，所以刚刚其实口气不太好，抱歉，我刚刚有道歉，马上道歉啊，我知道这个你们也是好心嘛，把以前自己有的经验跟我讲。哦，这箱子内不再捡起荧光墨囊，白痴哦！啊 ，Ina， 哎 ，Ina， 好舒服嘞哦！是说为什么要荧光乌贼？因为那个胡子的告示，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尽量能不用展示框就不要用展示框嘛，像这个，然后就是字这样打上去出体比较好看。啊，胡子想要的是，因为他是用告示牌嘛，然后字太细了，他看不到。凡不敢相信，曾经是麦块字送又做不出来，不是做不出来，我做得出来。啊，他就是不生，没办法生啊。这个，所以我之后也要爬跟他换，有啊，叫他换多一点荧光石，因为酿造需要荧光石，不然就是我自己带腐肉过来。可是腐肉32个，马上就换了，哎，对啊，其实怎么讲，胡子的家比较偏向是我会盖的家啦。就不像家，反而像是进来放个东西，拿个东西，弄个东西就走的地方。我看到人说101可以做荧光物与农场，但是条件比较苛刻，生成地点地下呀。啊，真的有办法吗？我开始真的很怀疑耶。日本书，那一、二，我这边是有，那一、二。经验修补，耐久经验修补。好，我们来拿波涛换雷忠诚，还有什么鱼叉要2本。我还没吃完东西啊，哭啊！在楼上，我这边有个波涛吧，好酷。你看，其实他如果真的有空，这箱子全都是空的啊！哎呦喂，难得有哎，难得有，因为常常会有人跟他讲说，哎，什么豆腐修补没了，然后他第一个反应是要换几本，而不是直接换大换一波放在箱子里面，应该要说我换好了，都在箱子里面这样，而他是换几本就换几本这样，其实。他会这样子，我觉得也是有原因啊，是因为有人花太凶了。啊，再来，我看没了，没钱了，等下再换。鱼叉，再来。哦，对呢，还要不死克星。看，没有换。不死克星33。鱼叉波涛好像在2楼。好、
波涛这样讲，这换雷就需要东城跟换雷，东城，哦，没钱了，去交易。等等看今天精华，然后今天那个翘刺的、哦、飞行课程要明天的会比较好笑，就是允月直接被拉下去那一段。还是豆腐换吧，太贵了。你要我现在等豆腐哦，我现在等豆腐的时间，我就可以换很多铁了啊，很多绿宝石起来了、啊。没有他，他可以换的时间其实很多啊。哇，对不起，我不知道啊，因为他医护人员，他在线上，其实他在线上的时间就可以去帮忙换那些书啊。我那时候也跟他讲，如果你要这样换的话，你要帮大家什么什么的，他说可以啊。结果嘞，书都要等他换，所以我才想说，你看这边纸也够嘛，你就用去跟，纸跟商人换也可以啊。当时 Bobo 是啊，对啊，我要死了，再见。我就直接，那真是太好笑了，我就直接把小短剧剪出来。你看这边这么多图书管理员，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啊，选一个换纸啊，就这样。那、啊、你开到什么？还没开。不是啊，就是你这样子搞，这样不是搞啊，你这样子做法就是你会独占嘛，那你独占就是东西靠你啊，感谢巴乐龟的新会员，那你势必就是你要抱着说帮大家换东西的服务啊，那、啊、我之前有修补，我全部都扔楼上嘛，那我早上扔，中午就没有了，那就想到一定是有人死掉、哦。把那个装备全喷掉才会用掉啊！啊，我想豆腐应该也是觉得喷太快了，有在跟他拿这样子的感觉。哎、欸，可以换，你看、啊、这样就好了。等他上线啊，这些铁人塔的东西也可以掉很快，因为铁那么多，只剩下跟村民交易了啊。好了，然后要换什么？对，换雷跟忠诚。好，校长还被繁星吓死，我吓到他什么？就会拿弓箭他那边射吗？不是，不止我啊，云月也在射啊。走。看，修补里面有的是花岗岩。哎呦呀，波涛火焰。哎，我的右键撑住啊，右键。你打指令机械怎么不出来？不知道哎、欸。SUV。繁星在校长后面参杀。哦，我还差点知道那个谁，杰克跟影月吧？哎、欸，真的哎、欸，机器人不出来、欸，看一下、喔。坏掉了是不是？后面是打开的啊。哎呀，出来了。波涛。好了，进化吧。靠，你怎么解锁这个？
东城嘞？好了，大家要去安德塔了。安德塔。然后我每次就是把书跟绿宝石放回去嘛，但是每次我要自己买东西的时候，发现书跟绿宝石也都不见了。啊，我也是觉得还好啊，因为毕竟当时我换这个很便宜嘛，反正就是书换书柜过来敲，然后书再拿去卖回去，玻璃再换一换就好了。哎呀，我说那些就丢进去留给他们，要换就换，不然每次都要等豆腐的话也太可怜了啦。我就是不要去拿箱子里面的绿宝石嘛，每次要换就是自己去拿物资去拿来换。是不是多换一本波涛？没有啊。靠腰，我是要换的。哎，对，好酷啊，换雷啦！我怎么一直讲波涛啊，白痴哦！感谢感谢。好啦，把波涛放回去，我们再去换一次吧。那就是跟人家讲说不能一心多用啊。嗯，你看，刚刚现在也又有一组，那铁容易爆炸啊！铁的用处只剩下盖方块，就是变建材。因为早期是要用十个村民以上，那个时候的年代，那时候大家会盖很多座嘛。啊、那时候就是有个方法是让一个小区域生成有那个判定32个铁巨人的那个年代，大家应该知道吧？有在玩生存的。然后那时候就是每秒钟生出三只铁巨人的样子。然后那时候很多人就也把那个铁方块拿来当鹅卵石或是泥土在用，就不用你去挖泥土那些方块了。你要建材什么之类，你直接拿那个铁方块来盖。可是。后来我不这么做，是因为铁方块实在太难敲了。八还是十二核心？我不是说一座一座一座，我是说像这样子，一座里面它判定是32个村庄。我是说那个系统，那个超难盖的。你要那时候是要敲很多木门的年代，我那时候盖过一次，效率真的很好，可是我不会再盖第二次。太累了，我那时候盖一次盖了快六小时吧。那个不是核心啊，我们那时候讲的是村庄判定。所以我那时候跟豆腐在讲人工村庄跟村庄判定的时候，他在跟我讲村民跟床的事情。我就跟他讲说，你懂村庄判定是什么吗？你懂人工村庄判定是什么吗？你不懂的话，我很难跟你搭上线。对啊，所以所谓的村庄判定就是，因为早期村庄判定就是三扇门嘛，跟一个有效的室内跟村民，这是村庄判定。那 1.15 之后，村庄判定就是村民跟床，跟工作方块，这就是村庄判定。所以你在跟他讲说村什么有效村庄什么鬼东西，我那时候讲的哦，我心好。我好想过，有换雷吗？你刚好看到换雷吗？你看，像如果这个有荧光墨囊的话，会比较好看到。哦，1.14哦，对不起，1.15是什么啊？哦，海洋更新嘛，白痴哦，因为我1.14没玩，我是1.15才回去玩的。抱歉。没换雷、欸，好，那我知道了。我想也是，因为我当时换雷是自己手动付出来的。终于有人带你跑云野了，恭喜哦！1.15是蜜蜂，
那海洋呢？ 1.13 吗？哦，好，抱歉抱歉，我是麦块新手，在这里，我操。所以现在的机制是只要村民加工作方块加床就可以弄铁人塔吗？一楼那个没人站吧？汉雷在一楼？哈？真的吗？这个吗？他死了吗？哎、欸，真的哎、欸，他死掉了哎、欸。哦，但是。有人跟我讲说，不一定要工作方块，只要有村民跟哎、欸、是跟村民跟床就好了吗？是我那时候的认知跟知识还卡在，我现在目前知道的啊，是卡在村民工作方块跟床这三个东西要有。可是有人跟我讲说，不用工作方块也可以，但是好像。你要手动去拍村民一下吗？会不会在交易过程中刚好遇到雷雨，然后雷把他劈死变成女巫？好吧，我们去布个换雷吧。之前突袭时候死掉的，我不知道哎、欸，我唔知呢。广告、喔。东西应该只有为了食物才要工作方块吧？什么意思？不然不会生。小鱼，你在教我吗？你那时候铁人塔还是我教你的、欸？哎，没有啦，你讲你的设计理念，我听。不只有聊我海绵被雷劈转换的女巫不会消失。不是啊，不是消不消失的问题啊。你在交易东西的时候，他在那边扔中毒药水，你怕不怕你的村民死掉？中毒药水扔一扔，再扔个那个伤害药水，你怕不怕村民死掉？对不对？你刚刚看了雨兰有盖简易的发光鱿鱼农场，你有看版本吗？ 1.17.1 吗？然后其实你这样讲其他人的话，你会被记警告，然后准备要被 ban 哦。嗯，看一下有没有鱼叉四哎、欸欸，白痴哦、喔，我是要换雷哦、喔，要鱼叉干嘛？先洗掉。嗯，波涛先付吧。鱼叉。那叫十二哦，兔兔，可爱兔兔，赶路用。奶酒，波涛，没事啦。大部分影片都是 1.17.1 对啊，那个请好好 Google 再来讲哦。我想说奇怪，我去查 1.17.1 的影片都没有啊，然后有些影片可能会跟你讲说这个是什么全哦，对的，那个谁胡子在帮我找那个、欸、靠腰我没修补，在冲他小，好了，赶路用回来了。我有二代目的一天，我怎么会知道？好，继承菜渣意志的胡子之刺。
嗯，这丢就快多了啊！而且这边应该要放个，我记得我丢一把刀啊，是不是被用掉了？然后做个铁剑或刀子在这边砍就好了。第二，懂吗？就是不要用掠夺了，这边随便做个铁剑儿，好。工程拿这个打就好了啊，奶绿跟渣渣都是在奶绿那时候太夸张了，拿到马上不见呢、欸，会太吵啊！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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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广告，吃广告。啊，修好了，修什么？我其实在修这个啊，那时候在开台在修这个的时候，我也差点死掉啊。不是开台私下啦，因为那时候有人把我这个敲掉，补回去敲掉什么之类的，就是，然后把这个地方又给我补上去跟敲掉什么东西的，就造成说我差点在施工的时候就是扫到安德嘛，其实这边是安全的，安德进不来，可是我在施工的过程中，我被安德拍下去，还有那时候我翘翅跟副手是拿烟火，不然我就死在中介了。哎，下去，啊，这个是啊，菜渣死掉的地方。这边是菜渣那时候摔下去，就啪在这边，只留下他的，好像玉髓工具跟翘翅吧，其他都喷到这边了。然后跟火影要有期待，太酷了吧！来 ，come on！ 这边其实要练到灰龟，有个都市传说说，练到45等，你去附魔，有高几率附到那个最顶的效果。是我哎、欸，对，我不用啊，我是要换雷哦，白痴哦。哎，不对，唔对唔对，金晶石剩13颗，复一复。我还有几次机会，快没机会了，回去再换了。哎、欸，要赌吗？比较好，换来。还有3次机会，快点！忠诚也高几率附到耐久嘛，啊，把它换雷嘛，再来啊，看，没有怪啦，要等吧。剑跟斧头也没了，对啊，你看这是商店货，这是商店货，现在剑又搞回来，跟胡子吧。吃饭，吃面面，我赶快吃，等下生蚂蚁，天哪！晚上好。
装备也是商店货吗？装备搞得差不多啦，都是装备凑起来，商店凑起来的。就大致上这些都是商店弄得到的，就弄一弄了。我爱吃面吗？是啊。四个商店的稿就可以用到效率五、幸运三了。嗯，你确定是四个吗？好像是哎、欸，二加二等于四，二加二等于哎、欸，真的哎、欸，我一天只能换三把，所以等一下换一换就好。好奇吃什么面？油面再加。丁江菜，再加维力炸酱面的酱，这样子。教主有要先打好三代目的基础吗？应该不会有三代目了啦，因为那时候我在想说最难盖的应该也只剩下烈焰神的塔，那个至于那个什么黄金农场不会，应该就不会盖了。都有资源世界了，他还盖黄金农场，这样资源世界真的不知道干嘛，你们懂吗？就是就像其实铁人塔这东西虽然有存在的必要啦，但是你可能在路上看到铁你就会不想挖了嘛，这样其实对资源世界来讲意义很不大。像后期你们还会想挖铁啊、挖碳啊、挖金这种东西吗？其实不会，都不对。对啊，这就导致说你在资源世界的存在意义就只剩下挖钻石了。可是钻石后面其实你要那么多钻石干嘛？你也没那么多的身体跟皮肤做装备啊。凋零骷髅头农场我也不会盖啊，那个要手动，那个手动打比较好。而且你要凋零骷髅头农场的前提，哎、欸，没有地板门要怎么进去？蹲下进去怎样呢？对着他丢珍珠，正常这样。但我脱机用地板，嗯，他好了哎、欸。目标把钻石台全部变成烽火台，哼，什么东西？是要把烽火台全部变成那个吧？那叫什么？玉髓锭、玉髓砖。找到三个窍匙，他找到了、哦。哇，好猛哦！哎，蜈蚣，等等，我抓蜈蚣。
你下去。刚有抖动吗？哎、欸，我回来了 ，Hello， 又在抖，不是啦，跑去抓蜈蚣啦 ，Hello， 我回来了。哦，抱歉，刚抓蜈蚣，帮我放箱子。哎，抖得很厉害，真的假的？我放。压力很常出现蜈蚣吗？是爬在脚上？不是，是应该说是蚊帐上面，它在上面爬。我看一下哦、喔，回放一下。多久啊？看一下、喔。它抖的顺序都是一样的、欸，哎，好笑哦、喔。哪来的？就我家蛮常有昆虫。它很小只，它就一个小瓶盖吧，一个瓶盖，围一圈是一个瓶盖啦。这个我要拍吗？这应该不用拍了吧？总比蟑螂好吧？房间有蜈蚣也太可怕了。装备回来了。现在在刷装备，再把装备搞回来。鼓楼，换你。这头啊！先回去吧。蜈蚣不是有毒吗？有毒啊！啊，我抓习惯了啊。其实只要捏住蜈蚣的头，啊，它的屁股跟手虽然会刺到还是怎样，其实那没有毒啊。刚好问你，有喇牙吗？有啊，可最近变很少。最近变很少，很久没看到喇牙了。我记得以前洗澡的时候出现喇牙，然后被我用东西敲死。我觉得喇牙大家都说是没有害的，没错。可是啊你会怕就是会怕，所以其实打死我觉得很正常啊，但我看到喇牙第一件事情，我是看着他默默爬过去。你就想象嘛，就是一个，我就这样子看喇牙从可能走这边，走过去，我就这样这边看着他。然后他过去之后，我就没事去拿我的那个铁锭啊什么这样。昆虫园哦，我家也有那个啊，那个叫什么荔枝春象，然后也有什么。荔枝春象、独角仙、秋形虫都有啊，独角仙比较少，因为其实很少把西瓜丢在外面，所以独角仙比较少，比较多的就蚕吧。耶、yeah ，看一下，壁虎也很恶心，可是壁虎你。它只是帮你吃蚊子那些啊，你要想，你家会有壁虎，那就一定是你家有害虫啊。但壁虎没事干嘛去跑去给人家打？想过壁虎的感受吗？经验修补。像今天你是个巨人好了，
你是个人类，然后你明知道巨人那边很危险，你干嘛还去？一定是他附近有宝物啊，还是有什么资源过去拿？对吧？现在几乎看不到萤火虫了，但水还是有我那时候以前经过渔人码头，那时候就看到什么黄黄的地上，是不是有人淹地没洗好？我就下车去看，看到就是萤火虫。可爱兔兔翅膀，第二。不是荧光剂的蟑螂，对啊，它白天的话就是蟑螂啊，晚上就是。然后现在蟑螂真的很可怜，白天要扮演蟑螂，有些晚上还要去扮演那个萤火虫。填补家用真的很伟大，所以看到蟑螂还是不要打。看你们啊。啊，对啊，你们看过这个昨天开台有看过吧？这个。啊，被吸走了。哦，这伺服器有那个啦，就是它会怕吃资源，这样子吸起来。你看，这样吸，这样吸。然后今天有人在录音台问说，如果放展示框上会怎样？我其实没放过，我想说就一张脸吧。这样好丑哦，这个赤足兽嘛。那这是钻石颜色的啊，它还有粉色的，我觉得粉色太丑了。在这里。不是这呱呱文言文，白痴哦！你是说光玉的螃蟹吗？赤足兽啊！我 po 个文，等我一下。原来我像兔子，是哦，我没有说很丑啊，就很可爱啊。掉，放回去。因为今天我就说只剩一颗头吧。选项资源包，放回去。我刺是不是打错了？颜值。你连武器都变了，对啊，就变粉红色的啊，你们要看吗？这就是那个资源包啊，你们有要的话，我等一下贴链接给你们。资源包，好，魔法少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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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粉的啦，然后粉色龙源呐，然后想说不要那么粉，有没有单纯只有呆萌的？还就这么被我找到了，呆萌，你专心开台好吗？小鱼在凶我，我在
我在跟大家分享快乐。分享那个，如果有想要这个材质包的话，在这里。哎，他超过他超过没办法点呢。哎，小鱼，你有办法帮我复制吗？小鱼，他这资源包过长。哎，他有短王子，等等等等等等等，那可以。这个。点进去看看，你来看粉钻了，很亮哎、欸，我就是太亮了。谁？抹茶杯。你从刚刚一直提到一些不在场的人，你是不是要去问一下啦？可以给粉色，太亮了啦，不适合他啦。啊，我要去加拖拖拖。要中介的机组剩下哇，荧光石好多哦！这样盖好好看。不好意思，想请问繁星，请问你现在的 BGM 是哪一首歌？好，问得好，每次都有人问。我想说。想要很想独占这个 BGM， 想要自私使用，想要算，哎呀，这个给一个，耶、yeah ，告示牌的字怎么改色？蓝调就可以了吗？对啊。看像这个没有染料，这个按下去按就好了。有没有彩虹经验条的王子？这个我这个已经用很久了、欸、我已经找不太到了、欸、这个可能要请，我可能要翻一阵子哎，因为这个已经上个礼拜的东西了，这是干爹帮我找到的。你可能搜寻 Rainbow EXP 看看吧。这样，小鱼听到我讲英文，是不是觉得你是在讲啥？你会讲英文呢？Rainbow 是 Rainbow 不是 Rainbow 哦。那个牛是什么牛？球球，你怎么？我怎么丢里面？球球哎、欸，是球球。我的声音好好听哦。
那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声音哦。你好，我是王金发，球球你好，你好。繁星的声音是不是怪怪的，有点哑哑的，然后讲，一直讲话啊，一直讲话啊，又吃伟力炸酱面的酱料。干，你打到一半了，我讲哪一句话？我讲哪句话被你删掉了？我回收刚刚的话，你早该回收了，声音哪里好听？我声音应该就只有在当时做超商的时候比较好听吧。这边没有喝水可以换，有啦，旁边有水啦。其实我最近因为痘痘太多，我水已经灌很多了。我喝超多水的。球球怎么有空？我上次去你的台的时候，不是去你的台啊，我上次去看你的台的时候，就刚好关了。虽然没有心结啦，不过每次看到球球开台就很开心。嘿嘿，王金发是谁？你可以去搜寻王金发，你就可以看到王金发本人。我想一下，那时候喵哈，让我先暂停一下。这个是喵哈贴给我的贴图，就是那个林北西尼丘的那个。然后哦，喵哈的那个 happy 手被盗，哎，就很可怜。等一下哦，跟喵哈的对话真的私下超级长的，都是聊魔力宝贝什么的。看一下哦。看一下哦。那时候可能就突然说，哈，我要学谁的声音，他直接贴给我。欸，怎么找不到了？等一下。路人是寻路的那个路，你要去找路人。啊，就是这个啦，贴萤幕上面就好啦。刚好关，没有啦，你也是开了两个多小时啦。那时候我看到你开两个多小时，看一下哦、喔，哎、欸、我没有哎、欸，等一下，魔力宝贝，游戏，然后，杂图嘞，这里，属性我先看一下，哎呦，总是我的照片呐、啊，呀。这个，这就是王金发。那好，就这样子。大家好，我是王金发。这样子，然后找一下那个王金发的贴图声音。啊，球球听到这声音会觉得很恶心哦。当时我用这个声音逗乐了很多人呢。难过，伤心。我跟喵哈聊太多了吧？我已经翻到了，翻到5月29号了，哎，狂滚哎。然后最经典就是那个小智，这个就是稀有奇怪宝贝，我是不会说谎的。这个啊。然后每次讲完这个话之后再切回这个声音，就觉得哦，我的声音怎么那么好听啊，没有觉得很恶心，只是刚刚正常有磁性说话好好听。你是说只有刚刚吗？我那时候本来是这样子哦，那这样我之后、我用不出来了，那我现在这个声音呢，这样子，而且呜、好恶心，找到，就这个。我需要那个酷东西。这样子，我就跟着学啊，很好笑。再听一次哦，这是原版的声音。我需要那个酷东西。啊，这是我的声音。我需要那个酷东西。小蛋鸡嘞，
小丹鸡的。啊啦啦啦，不行，喉咙好痛。嗨嗨，好啦，回来喽，歇回来，歇回来，我们继续。嗨，大家好，我们回来了。其实我配音的吗？不是，之前那个谁有机会有说认识路人，然后其实可以就是看哪天就是一起吃饭还是什么的。我说好啊好啊好啊，然后那时候可能就两个同时讲话吧。其实是本人吗？不是啊，小蛋鸡嘞。所以那时候不是就是因为去西欢乐赛啊，不是奖金争夺赛的时候，那时候跟 Bobo 还有小雨啊。那时候就开始在，那时候我真的很办那个很认真在研究那个配音的东西，有走错路了，不是配音啊，就是看我还可以装什么声音。然后那时候真的很努力在找，找一找找一找啊，米奇也可以扮演曾志伟，那我就不想讲，因为现在刚喝东西有点甜，装米奇声音装不出来，对啊。第七届，哇塞，还记得那么清楚哦、喔！所以我们那一届其实玩得很欢乐，然后据说其他另外三队就是玩得很水深火热，然后这一队就是被我逗得很开心，我们就玩得很轻松，很快乐。前几天刚好看精华，什么时候是奖金争夺没了啦？那个是取代 UHC 的东西，它只是那个最后。一直在想说有什么新的玩法还是什么的，对吧？其实就真的讲啊，那个不管是哈记啊还是巧克力，之前都在帮地图就是弄得很多元，很努力在用。球球还在吗？球球，球球。哦，那时候还有那个什么。King 不是有那个吗？副歌的第二段，啪啪啪，最后不是哈哈哈吗？然后我那时候就那个在哈哈哈的时候，那啪啪啪，那个啪后面不是加哈哈，我就哈哈，球球不见了，球球不见了。啊，我むき出してパパパ出てくさい，忘记了。テレクサイネレスタロアスタパーを突き出してパパパハハ You are king。 你要工作东西哦，没事啦，你去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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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我打扰到你了，你先忙啊，你先忙好吗？等一下我声音又变了，现在鼻音有点重，不好意思，你先去忙，你先去吗？而且其实要我用那种很认真的声音讲话，我一样也是很不喜欢。我之前也是开台子有说，我是一个很不喜欢太严肃的人。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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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要干嘛？我是要 Q 这个。鼻音好重，好好听。哎，我真的也蛮喜欢我感冒的声音耶。我那时候每次啊有了，我最好笑的是我在去年之前，就是2020年之前，就2019年啊，我每次生日都会感冒，所以那时候生日在看那个你们生日祝福影片什么的时候，那时候鼻音很重啊，你们以为我在哭，我说我没有在哭，虽然差点哭出来，但是我没有在哭。换雷那一球，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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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干什么干什么？忘记改名字，我八块而已。酷酷，光波
好了，嘟嘟光波电死你，电死你。然后再来是我要把不去这个放里面。哎，刚好有哎，那时候是橘色跟粉色。什么东西？每年感冒到底是？可是我最近都靠呀，可是我最近这两年都没感冒了啊！哎，我已经两年没感冒了哎。以前体弱多病的我，这两年完完全全没有感冒哎，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哎。哦，能飞的感觉就是好。哇，能飞了哎，耶、yeah!！回来了，好了，我们其实弄得差不多了，已经五点半了，差不多可以关台了。你怎么做到的？你说两年没感冒吗？我可以私下跟你讲原因啊，要不要？我也是感冒一年，结果两年都没有生病，因为防疫口罩吧？不是啦，我之前在超商，我也是天天在戴口罩啊。啊，我每次感冒都是感冒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啊。你想知道我可以私讯你，但这个不要外流。咦，这是我们的秘密，不可以外流。哦，这边有哦，然后那个粉色的。橘色。好，偷偷说秘密。我渴望感冒吗？不是，我渴望感冒。可以的话，当然希望不要啊。而且是夏天的话，更不想要干。忘记修了，我要借胡子家的村民玩了。看一下他换光了没。没换的话，我要去。来修装备喽！他说借我修装，有一家的。好，修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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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给胡子上供。好，这边这么多，蛮怕僵尸破门的吗？你可以放。但很吵啊！我想到了，跟他讲一下。胡子有在听台的话，等等帮你美。哇，可以用地毯下面放线，根本就不会。白痴哦，我是不是没有穿装备啊？哎呀，算监禁吗？对啊，这样才能有大量的物资啊。因为其实这样子都是大家后期在玩的方法。
因为后期大家都是我们都不下矿洞嘛，全都东西都是靠村民在那边交易的，这是后期的玩法。然后我的煤炭砖也都烧光了，啊，重新放一放。然后注意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带至少10颗黑曜石在身上，还有打火石。啊，打火石不用啦，就是铁一定要放身上。你就是直接去挖那个原木，不不，挖砾石，这样你至少还有那个。地狱门可以点燃啊，但是怕卡在那个地狱上面积岩的话，我还是会做一个打火机放在箱子里面。小屁呀、啊！嗯，这个好丑。嗯。这大概就是我平时带身上的吧。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切石机，我最爱的。啊，我被切石机也没了。哎呀，怎么没有啊？怎么会没有？石头半砖，就是石头吧。用波涛是不是不能打怪？可以，但就是杀敌140吨。其实玩到后面不看什么，村民不难找啊，而且有僵尸村民也很棒啊。不是这个吧？哎、欸，切石机怎么合？忘记了啊，石头吗？北七哦，北七 boy， 好了，然后再放在那里面。中介箱不带个吗？危险的时候放进去，你真的危险的时候来不及放啊！啊，要做中介箱吗？我其实没有做它，没打嘞。所以你有打到苦力怕的头了，好，好吧，做一个吧，做一个吧。那我要丝绸稿啊，我还是要去搞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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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要不要赶快把箱子东西补一补啊？没有啦，就有时候取货比较方便。我也知道，就是你只要会突然空，也不知道是谁取的嘛，这样也很麻烦啊，懂吗？就实名，我觉得实名制有好有坏啊，就只是你不在的时候会比较麻烦。因为呢，之前早期不是只有我能换经验修补的时候，你也知道，就是经验修补。满满一箱，就不到2个小时，突然就全部没有了，那种感觉。不
我也懂，我开台有讲啊，我那时候跟他们讲说，我也懂，其实这感觉也其实很 QQ。嗯，请运啊，都什么时候开台？固定台的话比较没有啊，我都很，平常白天台很随意。白天台比较随意，附魔成本太贵了吧？虽然好像直接去隔壁买也比较快。哦，其实一直都有很多换放箱子，不过每当要刷意外绿宝石又拜拜。哈哈哈，我懂啊。其实你可以去胡子那边用铁换的啦。我现在绿宝石除了玻璃片，我都拿铁去胡子家换，因为铁那么多不知道干嘛，对不对？你就拿铁，反正只要四个铁就可以换一颗绿宝石。你四个铁换一个绿宝石啊，然后你这一波全部换起来就一波了，反正可以想一下，反正铁随便挂一下又马上一箱了，这边又有好几砖，没事的。是模组原因材质包，不是模组是材质包，不是材质包，我要干嘛？效率效丝绸效率幸运，看一下，先踹踹看多少钱。有啊，我其实有些这些装备都是从你这边附魔弄出来的。燃烧。幸运多少？24块，看起来真的很好看，很好看啊！我在想，很撩的话，你也很好看啊。那哎、欸、嘿，好撩。哎、欸，不要，我买个丝绸就好了。丝绸，丝绸是在楼下。高斯和绑定诅咒不需要留吧？没有啊，那时候。他的好意是因为感谢陈吗 ？Miss Chen， 我不知道，对不起。感谢续订。因为那时候如果他们要打 PVP 还什么的话，有消失诅咒附上去，就是他们捡不了对方的装备啊。这样也好啊，被捕。我怎么没看到？就效率耶，效率57块，去抢吧！真的比抢还快。哎、欸，你的丝绸放在一楼吗？不是续订，对啊，是续订啊。哦哦，没有啊，球球不知道啦。没关系，等下是球球体谅他一下，他难得来我的台帮忙讲话、欸，啊，在这里，这才是嘛，7块钱，所以我要准备一组多一点点。然后你看哦、喔，哟，没事没事，感谢你们啊！来不及换，他们又工作了，又可以了。然后这样就一组多了嘛，对吧、啊？为什么有花？什么什么花？
我没看到后面的奶黄包，奶黄包好吃。是不是我那阵子比较少开台啊？你是自动续订，这也是有可能的哟。野菌也会掉哦，这个哦，对啊，会有花，然后花可以变成骨粉嘛，也可以变成染料，所以那时候。那时候我就想要洗一个那个，啊，看豆腐要不要洗啊？就是可以用白色染料或是红色染料，建议是用红色染料换成绿宝石啊，因为白色染料你还要变成骨粉，变成骨粉几率又不太高。是丑。然后一个效率的月。效率无。嗯。然后还有什么？效率丝绸。还有什么啊？刚还有什么？耐久跟那个我自己画，耐久跟修补。啊，丑还有什么？没了吧？铲子跟斧头吗？斧头我想说随便了欸，我靠，烂右键，耐久，丝绸，修补。嗯，都不耐久。然后那个我还好欸，反正胡子加了交易所那边，我有很多可以换绿宝石。我知道啊，可是你那些怎么讲？你不是说绿宝石又 QQ 了吗？我想说你是担心绿宝石不够还是什么？因为反正输换绿宝石也很快啊，我们有书柜商人啊。还有什么？去买铲子。铲子要绿宝石啊！一个铲子，对啊，还有一把刀啊！对啦，还有刀啊！等一下哦。啊，算了，刀我等你回来再弄好了，不然刀要换的东西太多了。先换铲子。我一天上去换坏，加上胡子加两组，最近忙着准备烟火，所以没有时间去换东西。只换绿宝石也赚，对啊，我知道啊，我都把换的过程那些东西都跟他们说啊。感谢超级留言，感谢紫衣学业的超级留言。看一下哦，稿子你有没有有效率业啊？效率一，看一下啊，反正要。有没有？你有没有？焦虑二，有没有？那九二，好吧，就是你了，便宜了。哦，他算我更便宜了，你是不是喜欢我？是不是？你不会点头哎、欸，好烂。以前的话，村民会这样跟着点。
打雷好大声哦、喔！你们那边打雷吗？好羡慕哦、喔，我好热哦、喔。啊，还要再换一个稿子。看火药水啊，对啊，你被十几只烈焰神围殴，而且那时候我已经快没血了，我打也没有用，我被粘在岩浆下面去了。好了，我们可以反思。嗯，好吧，先这样了。出发，出发，去修装备。没事啊，现在是放学时间，那个辛苦扳手了，辛苦扳手了，我等一下就要下播了。帮忙丢，哦，这片有被踩坏哦，有人在里面奔跑哦。多人伺服器不会消失吧？怎么消失？离线等怪消失不行吗？什么怪消失？要等什么怪？哦，你是说我这样我被烫的时候瞬间离线是不是？如果这个方法有用的话，我早就用了，好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示范给你看哦。应该是说，你要让怪消失，有个条件是，它要在你的视野距离外。对，它在你视野距离。来，我看一下哦、喔。好，这边有这只僵尸，对，好离好离线。来，看哦、喔，神奇的事情要发生喽！哆瑞咪嗦，因为离线时候，伺服器里面没有人，就整个是冻结啊。哆瑞咪嗦。哟，叫什么梅？杨梅。武器。哦，豆腐上了哎，那豆腐我要，我回去跟你拿好了，这样一次比较方便。一只牛越怪了，对呀、啊。所以说，如果伺服器里面有别人在，哎，然后嘞。刚刚那只怪僵尸会不见吗？不会。我怎么解释啊？其实有点难解释哎、欸，除非除非我现在刚刚那个地方对不对？有僵尸在，但是蓝莓那边，在我离线的时候，怪有生成附近有生成达到88只以上，我这只僵尸就会不见了。你看我刚离开了嘛，蓝妹一定在家。他刚刚是金装僵尸。去哪了？是他吗？如果时间继续走，看火退了一样死啊！你啊，想说趁我下班前，趁你下班来帮你换一下小鱼三。我想一下哦，
那我要一个盘子，大 DC 好了。我装备烧光啊！哎，铲子就是幸运、效率五、耐久修补。先放这里面好了。欸，我要一把钻剑呢，对呢，要不要钻剑？你那边可以换钻剑吗？是不行。那等等哦，神杀，你在哪？嗯，文明塔外。那一，哦，要去。好的，那就是啊，我要这样子合吗？这样合好贵哦。神奇勾当，还是我列个表单啊？我没有洗工具商人，都一样贵。好，没事没事没事，我打 IDC 好了。DC 主播闲聊，闲聊。铲子在你身上呢，翻。那是铲铲可以搬这边的，靠北，你有消失哦。你要给我，我也是可以。You， 不死很少掠夺，不死很少掠夺，修补耐久。我想你分掉，今天一直在重新用了，我晚点带你去看野燕神塔，但要用的话，在那边有快四块完。不算，我去换一把刀。这个鞘刺，我要封存了，不用了，不准用它，是蓝莓给的。好险，今天动得不快，感谢韦斯的新会员。如果有兴趣加入第七代群的话，可以私讯粉专哦。我感觉越来越官腔了。哦，如果那个 DC 赖群那个一直没有讯号，是讯号没人去帮忙拉进来的话，那个很抱歉，因为没办法，那个小帮手也很忙。蓝莓虽然很白目，但真的很暖。其实蓝莓它的白目不是到讨厌的白目，是很好笑的白目，很好相处的白目。
不会到说让人有讨厌的感觉的啊。我妈蓝莓，反正她没在看我的台，先这样讲讲她，然后就会一直回说靠北哦，再想想呢，再想一下，再想一下。哎呦，那我要在一个效率五、功力五，还有幸运三，这样就好了。效率五、功力五、幸运三。你是谁？哦，好。掠夺修补耐久不少，不行，就是刀的。感谢豆腐啦，蓝莓是小可爱，我觉得蓝莓就很好笑啊。再来是斧头的，那我要换修补的耐久，修补耐久我自己换哦。一二三，好，起飞了！你该不会那个你家屋顶破一个洞，就是你直接起飞再用的吧？我想说，为什么你家屋顶不补一补？哦，你的百货公司，哎，谢谢谢谢谢谢，我要去修了，去修装备。这蓝莓很强的是，他昨天又去帮忙把那个谁，忘记昨天谁鞘刺又喷了，对啊，他鞘刺喷了又帮忙找回来，超强哎。嘛，鞘刺嘛，奇怪，你也常来看我的台啊，你怎么不知道版规啊？肥类吗？谁是肥类？那是不是谁是肥类啊？谁提到肥类？哎，哦，然后我才知道啊，拿刀的猪人跟拿弩的猪人交易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哎，刚刚说到白木，我发现我会白木的时候，都是还没害我被反击。没有啊，你们两个就常在打闹啊，这还好啊。你们两个打闹，不要波及到其他人就好啊，这还 OK 啊。啊，今天如果有人不想跟你闹，你硬要跟他闹的话，是没办法。我在台台，他在远端跟我聊天。啊！蓝莓，安安，哦，米娅安安 ，Hello，Hello，Hello。最近应该说昨天才开始看你的那个啦直播，你好你好。因为那时候在看诺英的记录档的时候，看完他自动把我抓过去看你的台。你好你好你好。以后诺英关台后。诺英不在，我会尽量过去看你的台的。选项音乐，
对啊，以后多指教啊，虽然我不是什么 V 圈的人。现在咧又要搞坏一个撇真的呢，很少掠夺修补不是核心。兔兔去邪剑，剑 ，V 二，哎 V 五了，我天啊 ，V 二。V2白痴哦、喔！我刚刚只有命名而已哦、喔。搞坏前先复制，没有再用复制的啦。我刚刚只有单纯命名哦、喔。不要跑图。等我一下，我开光遇，我的司机上线了。啊，白痴哦、喔！怎么有人来刚看台，我就出了这种蠢事啊？气到王北北出来了，好悲哦！牛越来越少了，怎么会这样子嘞？好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嗯，怎么会这样呢？我学 Bobo 真的学得很好，很有心得哎。哦，昨天好像我们在跑，有个人跑来说要跟我们跑那个试炼的，结果想说可以一起跑啊，就发现他试炼根本没有解过任务，有点对不起他。最后了，十七人，好了。有幽花吗？没有。我刚刚以为王北北在偷嘛，没事。米娅知道王北北是谁？爱次月，因为凡凡不怕困难，勇敢扭扭不怕困难。扭扭，勇敢扭扭，不怕困难。哎啊，我的司机嘞，怎么不在线上？那可爱的司机嘞？优花你在哪里？优花，没看到哎、欸，等我一下哦、喔，再等我一下下，没看到。要不要做一堆铁针放在家里？你知道我那时候做了10个铁针丢箱子里面吗？那个是剩下的材料。我做了十几个铁针放箱子里面、欸、你知道这边死亡，这边玩家死亡次数是超过铁针的死亡使用次数吗？有句话叫做你看高处跌落，像这种东西，这还好，这捡得回来。因为那时候是怕说有人要做什么铁制的东西，哦，机器人，
Hola. Hola.大家太容易死了，不是太容易死，大家太容易喷装备。而且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才四天五天前吧，这边明明就是有菜渣补好的两组多的青金石，今天我在弄的时候剩下13个嘛，你们有看到啊？司机来了，优化在哪里？在等他。优化，哎、欸，看到了。司机，我的优花不是我的优花啦，我的司机。啊，优花有男朋友。来，开始我们。是粉色的哦。哦，好恐怖哦！挖太快的话会爆掉哎。来，我们丝绸之树先。Q Q， 喝冰的，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好，搞里头，哎、欸，铁针，幸运之手，不是用幸运啊，讲耐久，走，啊，忘记命名了。六等，哎呦，怎么每次都这样子？命名，这个是可爱猪狗，自己讲自己可爱，真的是有点。北七呢？来，再来，要把这合一合。十二等，好的哟。教主也金鱼了，什么金鱼？哦，记忆力不好。十四等，十二等。老鼠，十九等，所以雨娜还特地把它跟我讲哎，谢谢雨娜，雨娜你的茶我到现在还没喝完呢。那个无糖的茶我真的吞不太下去，可是我这之中有很努力在喝。要叫什么？兔兔，可爱兔兔幸运搞。等一下哦，有那个机器人来搞事，好啊，先命好名。搞，一、二、三、箱子里，我
的箱子里有蛇。隐藏，无糖茶很好喝。没有啦，喷不下去啦。我已经开始慢慢在喝比较不甜的，可是没有糖真的没办法。气啦，去死！啊，怎么那么多只？哎。哦，你好烦哦，你一直洗喷不完啦，隐藏你了啦，气死！我也是蚂蚁吗？可是我越来越不糖，就是越来越不甜了啊！不是我怎么越来越不甜啊？我的嘴不是我的嘴巴，靠药，我越喝越不甜了。我想说我的嘴巴越来越不甜了。好了，丝绸幸运都有了，幸运丢里面。下一个，我们的斧头，啊，菜刀怎么死了？那什么死掉？第一句话，哦啦，Oh my God！什么 ？And oh my god！ 两本耐久，焦虑先死掉。我错过了什么吗？先一秒，太大，严重。知道附魔术为什么不见了吧？什么附魔珠本不见了吧？所以都是菜渣拿走的吗？不可能啊！那啊，锋利好了，这样顺序好看。可爱哭哭，杀人，幸运杀人。无糖蒸奶哦，真的不要喝哎、欸！我觉得蒸奶你这样子喝超像白开水的哎、欸。这个玩恰恰，白痴哦，白痴哦。好了，还剩下两一件水啦，这样今天消失的全都回来了吗？没有，其实我的这个里面还有两个玉髓锭，那时候在犹豫要不要用在鞋子上面。我串了，等我一下哦。哦。小优花，一二，哦，拍，玩满了吗？还没啊。
哎、欸，幸运，我要的是丝绸哎。大家看看这边有没有？没有丝绸，真是不敢相信。道府在吗？没有要用丝绸符吗？我觉得幸运符比较好哎，你幸运符还可以打作物，你用幸运铲的话，你打作物会全部铲起。丝绸符有比较好吗？你是说把叶子丝绸下来吗？等一下，先修补耐久。修补耐久，耐久补，耐久补。都是酱油啦，你那边奶舅骨奶舅骨，对啊，可爱，一个三十几岁的人说可爱，可爱兔兔，我还用碟子，哎，一。丝绸打西瓜好用，可是我没有要西瓜，我们要西瓜砖啊，西瓜砖再另外用一个斧头就好了啊，那个是我平时常在用的啊，我不常用丝绸在打西瓜。这样玩真的很好玩，欸，应该回去十七等。叠字可可爱爱，可可爱爱啊，可爱爱还好，可爱爱有点在讲什么东西。好了，去熟啦，而且速度太快很恐怖哦。有一次就是挖的时候，那个挖爆，恐怖死了。好了，准备关台咯，感谢各位下午的收看啦，我们回去换个丝绸之处就下播，那下播咯。其实有时候在跑光遇的时候，不好意思让优花等，都会尽量一直，你有没有看我有时候会这样低头，那表示就是我在看。看手机，感谢球球来偷看，耶嘿，7块钱，耶嘿，感谢大家啦，不止球球啦，感谢大家，还有新朋友米娅，因为那时候也是真的很突然，就直接在那边打招呼打字，然后其实就默默都不出声了。啊，没想到又跑过了，我其实也是吓到了，因为会知道米娅也是隔壁台嘛，就是那个有个大干爹叫做杠杠 ，ID 打米娅一生推什么，米娅根本婆一生推米娅什么之类的，那时候在改这个名字，然后投给那个谁，诺英的时候，他超不爽的。好了，我们失去的都回来了吧？对，粉红戒符盒暂时也用不到了，幸运放这啊，身上尽量没有杂物。不死，没有不死，放回来。功力。好什么？换雷，好了，耶、yeah, ，暂时都回来了。你们想去看我死的地方吗？我带一瓶看火药水，等一下。中介箱不是要带吗？我没有放吗？我没有放吗？那就发现丝绸之处是放在封建箱里面，
然后再把中继想啊，没有，没事没事，这样还是可以。让我揉眼睛，来带你们去看我死的地方。先播个广告，得到有点想去你们的。那这样我声音要开大一点。其实我没听到声音走在做事，我很没有安全感。这里，然后这个环境我想改一下，因为这边好丑，想改好看一点。就其实可以玩很久啦，就白天太热了，没时间让我开台。提醒一下，就算下播也不要刷豆豆八。对啊，其实五个八就差不多了，三个八到五个八就好了。啊，虽然我在别人台也会有时候打超过啦，没事啊，那下播那种就没关系啦，给他刷，没事没事。啊，这边怎么箱子？然后这条路真的很危险，你时不时会被猪布林当偷射。看这些，危险死了。那再来是这里，你们看哦，等下看到一个很迷样的建筑，就是我盖，就这个。这个，我没攻。麦爬哦。就这个，我的玉水晶，还是很痛哎、欸！看，我其实都有放，我真的都有放一些安全的东西在这边。我会生在这边，对啊。好了，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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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两位说奇怪，怎么地上会有玉髓锭？像烈焰神会生玉髓锭哦。好了，所以懂了吗？我就是从那个缺口掉下去的。我真的没有在好小、喔，今天真的不在打故事，这是真人真实发生的事情。这么久没消失也是很厉害，就表示说这边地狱没有人来走啊。地狱没有人在那边游荡的话，不会消失是正常的啊。那边时间冻结，那边被杀瓦鲁斗，耶、以后随身携带防火药水，我有。你回去看我的记录档，你会发现我身上永远都有一罐那个抗火药水，而且我出门的时候我是带了三罐，我在盖那个设施的时候喝了三罐，然后第四罐是我准备死的时候，我是打开我对，那时候也是打开包包，马上喝了第四罐，就来不及了啊。你也看到刚刚那个吧，它贴上来其实就是。一秒就是打两下，那你一秒打两下，你看哦，一秒一颗星，然后今天四五只围过来，你一秒几颗星不见，懂吗？刚刚那样子就是超级痛啊！哟，干什么？好了，准备下播咯，感谢各位。对啊，你们
请看一下置顶好不好？不要再一些没看然后打自己脸了，真的很难看。没事啦，好啦，至少心情好一咪咪了。烈焰神跟龙岩史莱姆都很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收看，感谢下午收看，晚上开的几率不高，可能休息去看别人台，就这样啦，可能看看其他人的 V 台吧。就这样，感谢各位，大家晚安，休息咯，感谢下午的陪伴，下午搞了三叉戟到鞘刺跟装备武器，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拜拜。讲是这样讲啦，来去繁殖一下龙源好了啦，看看会不会有蓝色龙源咧。那自己在那边皮，然后又在骗八八八了，有没有？啊，你不是说要下播？啊，你又在那边骗？粉色的，这是不错，你看啊。挡路，我挡，我挡。你要八八几次啦？干，又欺骗我的留言。交光哎、欸，好久不见，没有好久不见呐、啊，好久没一起玩了哦、喔。最后一次玩是画画那一次，又没有了。要打掉一个蜡烛啦。去擦。哎、欸，诺英安安，诺英你好，你好诺英。小光也被下播炸出来，哦，别说了，我半夜有时候不知道干什么，剪片的时候都在开着我们光哥的台在做事的，就半夜喜欢到处看啊。我才睡，你有没有讲我坏话？没有啊，你可以问米娅，米娅救我，他想要诬赖我。哎、欸，米娅有来我的台、欸，好烦哦，怎么排？好，开始。三四六六个，好，这样子了，这几只。没爱了，再见，什么东西？他来看我台就没爱了、哦，哇！天哪，好恐怖哦！不要没爱了啊！今天很火爆，爆诺音。一二，啊啊！我白痴哦，我把热带鱼放出来了，点不到啦。可以修，可以修。会不会关台前出奇迹嘞？
我觉得我养了应该有500多只了吧。其实私下下播不要密我，我一定不会回你。你是跟我讲话吗？请问你这是起床气吗？不是啊，你是问我有没有都说你坏话啊？啊，我说没有啊。啊，这边怎么会有一只？那我只小的，你过来，都还没长大。哇！不是我不救他，是这个滑鼠坏掉了。我本来没有想要烧的意思，是这滑鼠坏。哇哇哇哇哇哇！你说比方不是吗？3000多只，结果船长40分钟种出来，不种出来啊，养出来。感谢卡莉亚吗？感谢新会员。感谢新会员。非法养殖场没有，这边他们过得很舒服，一人一栋房间，来两人一栋房间，你看三坪。两人住在三坪的空间，含卫浴，然后包吃包住。政府还提供那叫什么？政府提供生育补助，对对对对对，生育补助。诺英不要生气，生气就不好看了。不知道像你今天讲的啊，生气给你钱你就会开心。哇，好像只有教主叫得出来，刚刚我们也叫不出来。SUB 吗？你 BB 我不要理你。哈，UB。大家在召唤机器人吗？我试试看消息哦、喔。S。跟机器人就怪怪的啊，我刚下午召一次就出来了。啊，你看我也没有用啊。本人也是。看，连一个，我只会让女生讨厌我。呜，怎么那么黑？我来，讲真的，我真的很不会安慰人。各种啊，连最简单的给女生钱，叫她不要难过，我都做不到。女性友人吗？你是说战友减一吗？好了，真的好了，好了，好了。
至于另外这个地方，这边才是不良繁殖所吧？你看一下这边，这边就是没有好好的节制生育，造成这样子。所以大家记得，没有要领养代替购买，请记得，宠物如果没有要让它生的话，早点结扎，对他们也是保护，好吗？不然不结扎的话，生那么多你也养不起。而且这边我这边就烧了很多很多只，因为这边之前曾经达到了80几只。好啦，真的要收台了，感谢各位，可以再打一次888了。就这样啦，感觉下午讲的话有点多，现在嘴巴有点干。大家晚安咯，拜拜拜拜拜拜。光哥拜拜，雪球拜拜，诺英拜拜，老巨拜拜，还有谁？米娅拜拜。该有开台就这几个吧。拜拜拜拜，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哎，还有今天新会员的可以去私讯粉专，有人想加入 DC 来群的话，就这样。那如果一直还没有回应的话，再等我几天，不几天啊。就是小秘书也在忙，嘿，就这样咯，大家拜拜咯，拜拜。我关不了台，我又关不了台啦。我关不了台，最近 YT 在搞哦，不能断网呐，断网我的后台那个记录档会坏掉，我只能下载 YT 的啊 ，YT 下载下来画质又很差 ，OBS 坏了，我停止直播按下去了，靠！我们就这样啦，怎么开始我？你敢不敢接通话？那我继续繁殖了。我也在想欸，搞不好紫色就在这一群之中。而且我真的很怕养这个颜色的，养这个颜色的，你生到就稀有品种长太像了，只能靠它的耳朵的颜色分欸，它耳朵是橘色的。我没有要骗，我是真的按，我按停止串流了，有没有听到滑鼠的声音？有没有听到？